赶紧整饭吧，今天你自己买的菜吗？不是，还得我自己吃啊。然后你自己做，我说我自己吃呢。我看你能不能露一手。那煮虾还不会煮？虾不能泡水呀，泡水它就别过了。那早上买的不泡水，你以为它还能活呀？来吧，开整吧，我等不及了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四平大胖。下午3点多了。本来寻思让我媳妇儿练练手，但我感觉我饿了，还是我来操作吧。等她整完，我告诉你，吃这顿饭得晚上得8点多。来吧，赶紧整饭。这菜还不简单吗？整个。我感觉我今儿干豆腐好像有点买多了。不多不多，正合我意。分点萝卜，炸酱啊。炸点鸡蛋酱啊。哎。整点心灵美，黄瓜挺抗热呀，但也有点蔫巴了啊。你看我削皮了吗？去了皮儿的黄瓜，辣椒就吃带籽的啊，带筋的，这才辣，不辣不够劲儿啊。确实是挺辣。整规矩的，不齐刷再放底下，齐刷再放顶上，水了吧叉小干豆腐，粘在一起。这干豆腐真挺多。大酱呢倒是碗呢。今天吃生酱，哎呦，二次发酵了，看够了，发的裤衩裤衩的，就这味儿，我跟你说，带小泡沫的，这味儿才正呢啊、哦！你不信你看看，来一个，媳妇儿，我告诉你就这味儿，那都没治了，发的裤衩裤衩的，真的，这味儿可老好了。来吧，端上来吧。要的就这个味儿。等会儿，鹅胗，这家伙几个鹅胗？四个吗？四个，活活都四个。这玩意儿像酱牛肉似的。是酱牛肉，几天不吃不也馋吗？再切个鹅肝肠，你不这么整，还不开呀？你这着急吃的你啊！甩一甩，哎，这是大肚头。哎呦，这真香，这味儿真不一样啊！你看他俩就是混合菜儿，这家摆的，我的天！摆的什么玩意儿？谁道上你这是摆盘吗？是摆盘，就是不精致。行，挺不错。起锅烧水，加点肉葱姜，放点料酒，放点盐，白芍一斤。好久没做肉段了啊！好久也没做锅包肉了。明天我给你安排，等大过年放假的，想吃天天整。切点辣椒，不是小葱吗？小蒜末。调个碗汁儿，放肉13香，放盐、味精、海鲜酱油，来点香油，来点蚝油，少许白糖，少许淀粉，搅拌均匀，水
开下肉大青虾，哎呦我天，这是虾炒的不错呀。哎呀，这块肉才8块钱。嗯，我的妈，卖没了，他今儿给别人留老长一大条了，从那里边给我切一块。这块肉多少钱一斤？不知道。8块钱，这老些肉。你说咋那啥，吃香肠手工费它也不便宜。手工费都是那价。小块肉段，虾捞出来吧。捞出来，你上边上摆盘去。不错啊，来，肉一切完，来点小盐，再点少许料酒，给它抓咕抓咕，然后加入淀粉，土豆淀粉啊，3大勺指定 OK 了啊，然后加入生命的源泉，加入色拉油。放油一抓，当时哎，就像奶油似的。这属于动物奶油还是植物奶油？正好，刚刚好啊、哦！准备开炸，起锅下入笨炸大豆油。做肉段还得用大豆油啊！哎，油热放肉段。还得是大豆油炸肉段，完了先捞出来。哎呦，老板，这肉段炸的还得用这个笨炸大豆油啊。来，朋友们瞅瞅，第一遍先给它炸成这样。妥了，油温升高，给它复炸一遍啊！哎，你看这肉段炸的才像样。油烧热，下入尖辣椒和葱花，下入调好的碗汁儿。下入炸好的肉段，哎呦，这颜色，没事。翻勺，下入出锅蒜，来，出锅。来，朋友们，这才是东北正儿八经的老式锅包肉，他弟弟溜肉段儿，正好啊，一个不多，一个不少啊，真像样啊，整的，啊，中间根辣根，嗯，我就怕不辣，有不少人介绍我说你买那个山葵酱，山葵酱不辣，哎呦喂，今儿这菜太硬了，白灼大虾。鹅胗配鹅肝肠，这玩意儿下酒一绝。这个东北名菜蘸酱菜，哎呀，这配上东北臭大酱，这个牛叉了啊！今天这溜肉段做的，那简直了，这农村坐席的感觉啊！配上怀旧的盘子，今天喝大绿棒子解解渴，不喝一口啊？喝这个。嗯。是啥？我也不知道。我没见过这玩意儿。哎呦我天哪，你那色儿，这是也像酒似的。来，哎呀，哎呀妈，赶紧给吃肉肉段。哎呦我天，吃肉段。哎呦我天，嗯，一般饭店啥不是？不是，还得明儿又做又做呀。色太正了哈，嗯，好吃也，
没治了，没治了啊！就这菜，一般的手子都不行。嗯，一般饭店不给你这么个肉，就他这么割也不行。这是技术活。这小味儿拿捏的，多到位呀！行啊。这肉段啊，还得先做完直接就吃，脆呀。那可不咋的，啥玩意儿不是趁热吃？就吃那个狗那啥不也得趁热吗？停吧！我正在寻思，你指定把这话说出来。是啊。嗯。你现在你这么心有灵犀了吗？不太了解你。都能猜到我心里去了。嗯。那完了。那我还想说呢，就这肉段，我那初恋女友要看着，这哭晕在厕所八回。你那初恋女友成天总说这哭晕那哭晕，完了这身体都废了，我看还老哭晕。肠子都是绿色的。也没准家里比你还厉害呢，你可真逗。哎呀，天天自己异想天开呢。那他吃不着这味儿啊。所以你这味儿好吃，对于人来说，人你这味儿还不行不行的。哥是他永远得不到的男人。你可轻点吹吧你。人家都给你踹了，还得吹劲劲的呢。嗯。哎呀。嗯。下顿呢？龙嘴肉、龙嘴油啊，龙骨包肉。嗯，行。哎呀，太棒了！吃个虾吧，半年没吃虾了。我看你挺能扒虾呀，还能半年没吃。那天我坐席，那虾我一个都没动，知道不？上哪坐席呀？就在乡下。啊。真的。还没吃呢。我一听二姨夫说25一斤，没吃。哈哈哈哈哈！别告诉65，你家你都给造了呢。那不好意思。哎，真不错，还得吃活虾。这时候到时候了，活虾。你之前不是还得吃？之前多贵呀、啊。之前68，现在掉一半。68之前，还有70、70-80的时候呢。嗯嗯。那想吃也吃不了。真不错。嘎嘎一嘎子，我吃底下带汤的，上面多脆呀、啊！不对，我就乐吃软不囊的肉段，嗯，也挺脆，也挺脆啊！上面更脆，哎呀，还得套地沟子，哎呦我吃里头的，你看这肉，看这肉，看着没，这家伙。老盖了，嗯，整饭店你能吃这么过瘾吗？那饭店一盘多点儿，那里边多少肉啊？都说溜肉段挣钱，就按这个季节说，你这8块钱的肉，做出这么大一盘。在吃半天了，那我就想知道知道，饭店一盘也就给你用5块钱的肉，我的妈，卖38，哎对，人工水电啥都不便宜，理解万岁吧，朋友们。啊，吃块鹅胗。这玩意儿蘸点肉问着，老感觉了。这玩意儿真好啊！谁研究的呢？它打上真空包装，它更紧实，知道不？这玩意儿适合真空包装。还有这个干肠，
这每一刀片呢，全满满格格，这能挣钱吗？这老板呢？哇，太行了，这玩意下酒太行了。哎，看，你边玩边走道，实在，嗯。不行了，到底得来个小瓶人参酒，因为这菜你不喝点这玩意儿，它属实是那啥呀，烧刀子都60多度，然后小炕头一坐，老婆还是热炕头。那你这夏天喝是为啥呢？然后人家媳妇都会包点饺子，哎呀。就哪怕白菜馅儿的呢，好吃不如饺子。那你赶紧换个媳妇儿，你。那肚子不如倒了。喝完这小烧包子，往小炕头上一闷，搂一觉，哎呦我那，没治。这就是我老丈人原先的生活。来，敬我老丈人一杯。来，朋友们，感谢你们的支持。明天见。